玩具 TV 系啦，今日嚟到会场咧就系动漫节，咁啊有啲新嘢介绍，咁我哋嚟到咩地方咧就系 BU 同埋 M 3合作嘅，你见到一个咧就系非常之大只嘅60cm 高 V 型电池盒啊，咁啊见到啦个比例，咁啊呢个系啱啱开始出现嘅一样非常之震惊嘅事啊，因为实在60cm 近排系好流行呢个大胶60cm 嘅，而且佢手上面咧系有剑系可以换嘅，拎一拎唔得起先，系啦，有一拳头同埋啊可以揸上手嘅把剑，咁另外咧咁啊之前咧亦讲过啦，就系有呢个小双侠系列嘅，咁我哋交由呢个上城哀去讲解啦。呢个一套咧。可以一套買可以散件買嘅就是搪瓷公仔，搪膠公仔嚟嘅。咁我想問一下啦，咁佢成套買咧係會幾多錢啊？1900。咁喺會場買有冇啲咩嘢送先？有兩個眼罩送嘅。係。咦？咁啊，呢個兩個眼罩就係啱啱好就係上城愛同埋阿高田嘅。咁啊，而家如果即係話講真。是啊，如果譬如话系呢三只咧，就系话会系上城爱啦、小合狗啦，同埋高田嘅。咁喺呢会场里边咧，就一 set 买咧，就系头先几多啊？1900蚊嘅，咁啊会送多两个眼镜嘅。咁啊同埋咧就会见到系啦，喺呢度后边有啲新嘅，非常之系啦，呢边好啦，因为要就话 cam man 啦，阿迪。好啦，有啲新嘅非常之震惊嘅一个事就系咩咧？就系有呢个天地双龙嘅，咁啊佢系13cm 高，嗯，都系糖胶公仔嚟嘅。啊，唔系，系呢个系，咦？呢个十三系啦，咁呢个咧其实系天地双龙咧，咁佢系咩咧？就系同系一个可动公仔嚟，咁但系而家咧佢系未做关节嘅，咁啊啱啱有一个试版啦，咁系一个未整，即系未做一啲叫做我哋俗语所讲就未拆件嘅嘢啦，咁仲系一个外形喺度嘅，咁啊大家可以 pan 一 pan 睇一睇呢个。天地雙龍是啦，等我這個亂入先，我又打一打他是啦我打燈師傅說話，打燈師傅亂入，大家在看天地雙龍的時候，我是主持人阿酷啊，我有個亂入一個問題呢，我想問回啊上城愛啊，我想問呢天地雙龍呢你有沒有看過呢？我是未睇過的，即係睇過都一定有啲年齡啦。係。其實我都唔係好，我年紀都唔係好大啫。你見到即係大家都差唔多。都青春嘅。係啊，見到都係青春啊 ，OK 嘅，係啊。好靚女喎，呢個 cosplay 今次。係啊，喂，咁影多啲啦，通常都係啲觀眾要求。我哋十色唔該。係啊，十色。十色可愛俾現場 fans 睇下得唔得？都掂嘅，好啦，我咧又繼續去多少啲其他產品。喂，咁仲有其他嘅產品咧？我見到之前嘅黃金盒啦，同埋內衣教父嘅，咁啊呢個真係非常之厲害的角色。只仲有見到有一個疤係揸住喎，呢、這個唔知道。係啊，我嘅。喂，你講多次。我嘅。你都戴幾細下喎。係啊。笑咗你自己喎。係啊，睇下未免睇笑咗自己咁啊，13cm 啦，会见到成个呢、這个应该系初版嚟嘅，咁啊，应该仲有啲系监修中嘅，咁啊，佢应该会系跟住就全身关节可动，咁就要期待紧佢嗰个可动性会系点样啦。系因为天地双龙其实就系冇出过呢一类型嘅记忆中应该冇出过呢一类型可动嘅公仔嘅。好啦，咁另外咧仲会见到咧喺现场里边咧，仲有啲好劲嘅60cm 大嘢系啲乜嘢咧？应该啱啱公布，仲系监修中嘅。唰！呼呼呼呼呼！巴路坦星人系啦，哇！呢个非常之正啊，巴路坦星人咁，但系系啦，咁啊，你见到啦，成个上色咧都非常之正嘅，咁对眼咧都系好似戏服咁样啦，系透明嘅，系啦。开灯啊！嗱，咁啊，仲有咧，其实佢嘅手咧就应该系同戏服一样咧，就系开得嘅，系啦。好大声，我帮人嗌啦。嗱，咁我唔知佢会唔会出现嗰啲，即系话有啲版本咧就是、半透明，因为佢系有啲分身嘅。咁啊，但系成个造型系非常之正嘅，60cm。咁有几高咧？咁啊，系啊，下巴你睇到。用人睇啊，比较系
用人體比較，用人體比較咧，就我就識佢啦，終於可以講少少嘅，因為都係超人嘅成日出現嘅對手嚟噶嘛。係第二集定第三集出場嘅怪獸嚟嘅。係啦，咁呢個對我嚟講都好多童年回憶嘅。咁啊，但係呢只咧，呢一隻咧，我相信會唔會有超人咧？請問？我真係唔知喎，我問翻 D U 喎。哦，其實如果啱啱問到個消息咧，就係打咩嘅？打咩咁啊？如果啱啱我打咩冇呢样嘢啊，就净系得只巴罗坦星人嘅啫。咁啊，其实巴罗坦星人我谂个粉丝会更加多，因为实在冇乜出过呢个60 cm 比例嘅，非常之正。因为尤其是可以系啦，唔知会唔会有机会有其他啲半透明色，因为佢有啲分身嘅，系啊，诶，可能会有啊，有人喺离远地岌头。有个新闻咧，有个人专偷巴鲁坦星人嘅玩具噶，你哋小心啲喎、啊。吓、啊，宇宙忍者边个专偷？专偷呢个公仔咧。好啦，跟住就会见到嗱，我哋嗰日就系介绍呢个嘅琴日啦吓，啊前日啊，前日嘅吉他罗伯啦，咁呢个就系嗰个飞虎啦。飞天金刚钻。系啦，仲有不停有人噏错嘅飞天金刚钻，系应该金刚飞天钻，你见到啊？系啊，咁啊见到啊，系啦，见到啊小爱就揸住咗个钻啦，但系唔好搞错，呢个唔系天元突破，呢个系金刚飞天钻。你见到个钻有几大啊？唔好转其他嘢。要我哋对住啲直住 cosplay 嚟抄牌嘅人，边个偷巴鲁蛋我就督边个。唔系啊，乜嘢？哦，边个偷巴鲁蛋星人我就督边个 ，pat pat。咁就会争住嚟扮偷。系咯，而家就要偷啦咁。系你快啲即场咩？咁我睇下，咦呢、這个系嗱又新公布嘅一样嘢啦。呢、這个我哋用一个用阿 Cool 嘅口吻就系飞天金刚钻啦，正式嚟讲系金刚飞天钻嘅。跟住咧就系、是、见到有两个钻啦，应该见到咧就系、是、可以插到落去只手度嘅。咁而且个比例咧亦都系60 cm，其实系几潇洒嘅呢个外形个外观上。而且就但系会着灯添嘅，咁我可唔可以 pan 一 pan 只眼？系啦，个眼位系会着灯嘅，咁但系而家佢系未 set 着灯啦。咁我转有几大？其实个转都好大嘅。哎呀，死！原来有补贴黐住个底，阵黐翻落去先。系咯，转有咁大个啦吓。你自己睇下嗰个转你点玩啦、啊？你翻去唔插落只金刚飞天转度，跟住仲有只大铁牛啦。咁其实大铁牛咧，其实好多人都好非常之赞呢个大铁牛嗰个上色嘅。因为个重量感系好正，咁啊佢个高度系跟翻佢嗰个系列啦，咁佢会矮少少啊，但系其实佢会比较比，但系会比其他嘅60 cm 比例咧，佢系比较横。咁仲有嗰边嘅黑金嘅万能盒啦，咁啊星期二嗰日介绍完，今日就会喺会场里边见到啦，系黑金嘅铁甲万能盒，同埋只二号。咁啊，價錢就係、是，會場價優惠價係會再平啲嘅，1680，係1680啦。可以套用翻德哥嗰句喎，係遲買皮三嚿，兩嚿。啊，呢個係啊，買平三嚿，係會場買平三嚿。咦，我見到公司嘢喎，呢個版本嘅宇宙騎士工匠堂嘅。O K， 乘機下 sell 喎，梗係啦，呢個係。系啦系啦，好咁啊，梗系要继续访问一下先。你会留几耐喺度啊？我会留几日。留几日喺度啊？咩时段啊？都系三至七啦。可以合照吗？可以，当然可以。可以抄牌吗？影影太岁嗰个样咧，流咗口水头先。诶、哎，冇呢咁嘅事。系啦，咁啊，好啦，咁啊，仲有嘅，咁我哋带你哋去睇埋其他嘅 booth 啦，咁啊，一阵间，系，最后见啦。